姐，你准备去哪里啊？去妈妈那里。子英，子英，你告诉外婆，我们去买一点东西给妈妈吃。听不懂就买单。你跟外婆在这里。你说我跟你在这里。我在这里玩。那奶奶走了哈。奶奶去买东西，等一下马上来。奶奶也去买呀。那爷爷陪你在这吗？爷爷陪你在这里可以不？买燕窝噻。再买点牛奶吗？买。三种，这一种是最好的。水果。水果，芒果、莲雾、番石榴。哦，好多种水。没有去外面买水果了，只能买这种。玩那个老的，我那个给你吃什么？现在下班了，人家下班了吧？好了，明天爷爷一定要带去。就说那么多话就不答应。明天爷爷一定要带去，你就骗他很多天了。现在带他去吧，没有就没办法了，这么多人了，没有这么走。说话要算数，跟小孩子。这香肠，我们中国的品牌啊，中国的弟弟，越南人也消费，很喜欢。在这里也看到我们的特步了。这全都是中国的。看一下我们一双鞋子要多少钱？你看一下嘛，在这边看多少钱嘛？这个像不像我上次直播卖的那款鞋子？像。159的，是不是？对，看这里要多少钱？133.4万。我们上次带货就带这个。我看到了，它写在里面啊，133万。133万就是400多，400块钱人民币。这个也是我们上次带的同款了。我们在杭州带的。我们当时好像是卖159。啊。现在多少？133万，也是400块钱。这个还是特步的童装是吧？这件白色衣服多少钱？惊讶到我了。多少钱？156万。相当于460块钱人民币。我天哪！越南的消费。我们的欧珀也打进来了，看到没有？还站在刘明秋。看一下我们国货的欧珀在越南卖多少钱？4400万，相当于人民币4500万，相当于15000。15000人民币在这里。
小紫英要问什么不知道，要小紫英自己翻译。他这里一个币是两块钱一个币，两块钱一个币很贵了。我们那里是9.9，30个币。小腿吧，呀，小腿吧，连我都还是奶奶。加油，快点！方爷，加油啊！老小孩啊！